大家好，今日是这个是3月9号、出现的是什么呢？出现就是市大跌咯。之后在这个大跌里呢，是一个最危险的时刻，即是也是最美丽的时刻，我等一下讲讲。各个行业板块不用看啦，一片绿。不过我哋睇到嘅今日多咗一个行业係上升嘅，就係农产品。咁呢个好明显啦。哎呀，而家又唔同啦，又转咗啦，淨係得返两个行业啫。